你看吧，就是拆迁的，当时也是因为拆不动嘛，他也请了一帮流氓去那个给人家砸窗户呀，给人家恐吓人家什么的。反正然后呢，那个小区里头的有一些其实也是，很有背景的人，然后就写信上访，然后也拆也不敢拆，拆不动。这边还是有，他还是在到处鼓励别人拆迁。你是不是说希望他们都赶紧都签约都拆迁？呵，你看还是有人住，这儿有放快递的架子和垃圾分类。这里头就是小区有那种正经的房子，也有这种小屋子，反正就是，哎呦，和这有个避灾的房子的帐篷似的。反正就是这个小区就是很乱，什么属性的人都有，什么产权的房子都有，就很乱，那很难达成一致。但有些有是单位的房子，那些服从性比较高，才能早就签了。然后有一些可能。不是，然后也有些可能经过买卖吧，反正就很乱。